超人气烤玉米涂上老板大锅熬煮的特制酱料，软 Q 硬三种软硬度供你挑选，还有现烤串烧涂上秘传酱汁，最后撒上调味料白芝麻点缀，吃个好几串都不是问题。常常人龙排在东大门福鼎夜市前，这是花莲在0403地震过后好久不见的盛况。而这些民众全都是要来领东大门夜市在5月25号推出的好事加倍券，但是想领券可不能两手空空来报道。对哦，环保购物袋。好的，环保购物袋哈。餐具啊，等等的。3.56，花莲人都肚子饿了。好，想来啦，都是想来逛夜市啦。左手环保杯，右手环保餐盒，屁股底下还自备板凳来排队卡位。不到晚上6点，福鼎夜市外就有民众在大排长龙，就是为了换到这2张100元的加倍券。从5月25号到7月31号，每周5、6日，花莲福鼎夜市、原住民一条街、自强夜市，来到这三个地点，用100元现金就可以换到200元的夜市兑换券，每天限量158份。不过民众要记得自备环保袋、环保杯或餐具。我记得夜市建号中喜对公夜市有振兴的那个功能，基本上都没有地震了，花莲其实是很安全的。如果不放心的话，其实你们可以先往民宿。民宿他们都是透天的，只是大排长龙的场景虽然让摊商很兴奋，但大多都是花莲当地人，摊商也希望各县市的民众都可以赶快回到花莲玩，而且一定要回到夜市，不只可以领券享受优惠吃美食，也能帮助摊商渡过难关。东森新闻黄一鸣花莲报道。